天空上横跨了多条的缆线，有广播线、监视器、宽频网络，还有有线电视的废线，布满了信义区礼品里富阳街72巷内。而配合政府的天空计划，里长杨介洲希望里内所有架设缆线的业者能配合计划，一同执行缆线下地工程。会在现场，就是说我会请业者再多买一条地油管，给你办公室使用，就是公。里长请台北市议员陈永德办公室协助，先邀请里内有线电视业者进行会刊，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完成富阳街72巷缆线地下化工程。参与清整的新台北有线电视表示，一定全力配合计划执行。感谢那个新台北电视公司哦，他对里上的那个整线都很积极，然后我们只要一有要求哦，他们都会马上工程部都会马上派人来配合。在这边真的要特别感谢凯沃公司的全力配合。台北市政府推动天空计划，希望有线电视缆线都尽快实施下地工程。为了提供高品质的讯号以及服务，凯擘大宽频旗下的金频道、新台北、阳明山、大安文山有线电视目前都已按照时程施作缆线地下化。总经理王建文表示，配合政府计划维护里内天空干净，是有线电视经营的企业责任，也是维护市容的最佳表现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曹东华采访报道。